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吧。战人什么不给？战人不给机会，那个乌克丽丽比较难办。你要怎么过不去？指挥室的秘密 ，OK。指挥室，哦，哎，我怎么我记得我刚要解到这个啊？因为我有些是之前解过的。核心啊，核心也要花金条，因为你要升星的话要同样的那个核心才可以升级。哟，嘿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，各位。想不到吧？欸，这边有一个废弃的零件没有探索。嗨，我就在这边啊，我们刚掉下去了，还是要一次解完比较好。究竟要冲起来？我想说奇怪嘞，还有分哦。哦，你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玩兵日了，我以为你还有在玩呢。黑沙中的秘密，噔，代表这个蛮有魅力的、哦。啊，不小心爬到楼梯的好久哦。哦，我想要脱离，哦，可以耶。哎，这个是那个吗？看一下，这是哪一个任务啊？跟那个海浪的秘密吗？我们解一下斯丁娜，斯丁娜帮他去买那个买药。斯丁娜买一瓶药，散焦 OK。有刚刚车子卡在他身上，散焦物品。哦，找到了。欸，看到有只鸽子，海鸥还是鸽子在这边呢、欸？哦，也太小了吧！OK， 感谢感谢，这有通讯仪的 get。哦，灌木丛可以先解 ，OK。嗯，灌木丛就在这个桥底下，对不对？哼、嗯，刚那只球结果的地方就非常的 easy。反正我们先去二楼好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是纪念公园嘛，所以是纪念公园的探索。喂，开启美图秀秀，观众表示什么？为啥会有美图秀秀这种东西？海鸥的馈赠呢？加油加油，应该快拼完了吧？欸，所以是海鸥带我来才会发现箱子吗？没有欸，我可以自己去开箱子。我可以自己去开箱子欸，各位。城市风光。哦，小花喵在二楼，我那边乱浇。多吃水果，来这里。这个吧，这个是多吃水果。有够好笑。算了，先不理他。这个人要干嘛？有多余的物资可以给你，那、欸、这么好的吗？哦，终于，终于啊，各位！噔 ，yes， 我们解完了。哦，交易之城直接买哦。等一下，对啊，我们的小猫呢？刚有说在二楼，对不对？小猫在哪边？小猫快出来喽！妈咪在找你喽！绕了一圈都没看到小猫的踪影。哎，看到小猫了！小猫快给我过来哦！小猫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天哪、啊，它会跟着你耶 ！Oh my god！ 天哪、啊，我都融化了。啊，我觉得他可以出幼犬系列，应该会蛮受欢迎的。幼猫系列，幼猫系列，怎么觉得越讲越奇怪？
干脆来个幼女系列。观众表示 ：“Hello， 主播你乖乖咯，幼女的部分。耶耶，我们可以吸大猫，可以吸小喵。嗯，海鸥足迹要从下面开始吧。海鸥呢？海鸥，你今天去找我吗？反正这附近会有一只海鸥啦，大家记得在这边，然后它会这样子飞飞飞飞上去。”然后他会一直在带你找，找到这个箱子。水啦，感谢海鸥。韩布已经有冷冷哦，昨天超冷，冷到都不想洗澡，哔哔哔哔哔。但我还是有洗澡啦，请大各位放心哦。看到他的踪影了，呼呼。哇哦 ！OK， 集装箱物资解决。这边，哦，这里，哦，这上面 OK。对吗？这个是集装箱的秘密，没错。集装箱的，集装箱上的物资，哦，这是包子的秘密啊！对不起，这是达尔吧？达尔的行囊，哦，达尔行囊去海鲜店买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有解过，所以我知道他怎么做。他们说这个要买，因为他这个有暴击或免暴灰砍跟射速。今天有海鲜大餐哦，各位有需要这个的话可以买一下。达尔是武器店吗？肚子肉肉的男生弹起来很舒服。哦，等一下，他不是达尔哎，达尔在哦，达尔那边交错了。达尔的心囊 OK， 解决。哦，有两个就对了。我还没有出门哦，在这边。这是可以一起解的吗？还是要分开？可以啊。这边有肚子肉肉的男生吗？肚子肉肉的男生，奇怪的问题。好像不太一样哎，这两箱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不是我要解的，这个是天穹之上的馈赠。然后我刚刚要解的是屋顶上的宝物，所以屋顶上啊，刚刚是屋顶上这个超难找，会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说天穹啊，不能从楼梯上去。不能从电梯。不是吗？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啊。好像太下去了。是在隔壁。我记得我刚刚有随便乱灌就灌到。哦，在这边啊。它塞在这个包子上面。我们捡到了。这边有那个我们最后解完那个海上的秘密。所以肚子肉肉的女生也很好谈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要看那个对不对？看这个第二玩台上的秘宝。我记得这边有拍照，我看一下。那这个都解完了，开箱子都解完了，简单的都解完了。要问还要合影，可以看一下。解这个玩偶，
三家物品。哦，要直接帮他剪就对了，受不了了，先去剪吧。对啊，为什么我的就不能剪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各位，我们把小熊吸起来，然后把它丢进大海里，下海吧，苏达，因为苏达阴魂不散嘞，他在这边嘞，我会发现，你这样对吗？你看他明明就是。那明明就是熊猫，为什么交到小朋友手上之后就变成小水獭了？莫名其妙，你怎么这么坏？终于等到你，终于等到这天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是拍什么？翻舟海景 ，OK， 海景第一排，各位。然后干嘛？嗯。翻桌隐含者 ，OK。祈祷，嗯。你说我去摸那个雕像吗？摸雕像的部分。哦，擦拭牌子就对了。欸，所以这个人是已经数掉了，是吗？欸，我擦拭好了 ，OK。真高兴能理解这一点。很多海上的难民质疑他，但我们清楚，我有跟随他脚步，翻动台面的毛衣，拜拜拜拜。是这个拜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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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乌克丽丽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不是为了我设定的、啊？观众表示不是哦，不要想太多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有个小妹妹哦，她就跟我一样。嗨，小雅。小海鸥飞得很高，小海豚也飞得有点快。林潭的这不行，说谎，真的不能说谎。哦，去参加威海巡经，很多天都没回家，因为我弹的拜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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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歌，所以我爸爸再也回不来了。爸爸再也回不来了，不啰嗦，直接传授。哦，有开直升机的那一关 ，OK， 我相信我第一关就是开直升机。你看，爸爸，爸爸。就是这么厉害，各位。关于小雅，我们见到了你的女儿小雅，她很好，请你放心。她还唱了《拜布之歌》给我听。你不回去吗？哦，好感动哦。最近过得好吗？爸爸正在保卫这座城市，没有办法回来陪你。请你不要再谈《拜布之歌》诅咒你爸了，爱你的爸爸。好 ，OK， 走走走，拿到信，拿到信了。这里吗？小雅，我们见到你爸爸，别担心，他会很好。这是我带给你的信。爸爸也知道我在唱《拜布之歌》，好感动哦，我一定会坚强的。好，接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就你就是开那个，如果你不想打，你开那个，一直开进去，一直刷。OK， 哦，这是什么任务？中央高塔圣雕像，拍完就收工。噔，最后一个弗雷德的雕像打卡，100%，100%没有额外送我东西哟、哦。